M， 所以上一集说出安妮啊喂，欸，这期真的是一个武将昂来，我觉得它里面真的是做得太漂亮了啊，哦！来，废话少说。那我们直接来十连抽好不好？啊，对对对，上一集讲到那个嘛，讲到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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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的，对对对，就他，讲到那边就没了。啊你啊，我都看了，乱世妖姬哦，对，很注重妹子啊，这怎么领啊？所以有指甲吗？三级有手抽啊，我们有十连抽够是不是？那直接十连啊！管你那么多。欸，所以啊你啊喂，哎呀，不要 gay bye 啦，直接出来啦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抽十次的话。天啊，真的给我十次机会，绿盟！哦，所以我们抽到女盟这样子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自己的角色现在是怎样啊？哎，那你又是什么鬼？你凭什么在这里？欸，他凭什么在这里啊？哦，他是黄色的。好，我们先练这三只哦，因为这三只目前是我们最强的。先跟各位观众分享我抽到的可欸，就的角色，然后你就把进阶。我觉得哥哥应该觉得这期很耐玩吧？对啊，真的有够耐玩。嗯，伊游戏啊，被做掉才好耍哦，我也是没办法啦。我自己太瞎了吧？这游戏超瞎欸！他素材可以这样弄，我也是非常的钦佩啊。啊，越来越贵这样子。为什么这需要做的那么好玩？好，我们今天抽到的角色给你们看一下。所以他有些素材可以直接打折买呀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他就是一个那么酷炫的一个三国手游。再来曹洪嘛，哈，那你干脆今天就讲曹洪啊。哎，吕蒙啦，说错了。哎，我们今天到底是说吕蒙还是曹洪啊？惨了惨了，自己人都乱了。而且他这还可以变装哎，我的天！这三只我之后一定会一只一只讲啦，我都给你们看一下。